大家好，在北京展厅中我最喜欢的产品是这款家居电子锁，它的型号是 EFL30， 主要用在一些奢侈品店呀，然后酒店的展览展示柜中。它的开启方式的话有卡片还有手机 APP。 这款锁有几个特点，首先的话它是体积小，然后锁体超薄，厚度只有12毫米，这样的话锁体能够隐藏在柜内，外面看不到锁，不妨碍柜体外观设计。另外它支持外接使用的 USB 接口，防止长时间不用时电池没电后我们也可以用充电宝进行一个临时供电。同时这款锁是德国原装进口，它通过了 CE、FCC、IC 等认证，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极高。这款锁的话它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进行卡片管理，包括一些设置控制器，然后调整里边的开锁时间、报警时间等等。这款家居电子锁可以与海富勒酒店电子锁组成一套系统，一张房卡既能开酒店房门，也能打开房间内的家居锁，不需要进行单独设置。这样一款多功能、高安全性、高稳定性的家居电子锁，你喜欢吗？